世上名称最长的果子有十二个字，答案就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。不要收。他的名字叫冰冰，为什么你这么冷酷的外表下还要再叫冰冰啊？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别人都觉得我太冷了，所以他们就叫我冰冰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应该很多男生看到你这样不太敢追你吧？对啊，因为我身高又高，对，然后就很有距离感，然后脸又臭。对，那你看一下你右手边那个是不是很矮？出来了、啊。但怎么样都好，你千万不要说你是我的粉丝。没有，我是阿翔的粉丝。来哥结婚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老婆 Vicky 你也知道吗？然后 Vicky 就想说，他们结婚很久，想说要有点新的火花，所以 Vicky 姐那一天就叫他们的诊所去整整个型，这样，然后把自己整得很漂亮，整得像你们两个一样那么的美艳动人。然后整完型之后回家之后就敲门，叩叩叩，屈哥就应门了。屈哥说，哎，你是谁啊？然后那个 Vicky 姐说，哈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不记得我了吗？然后屈哥就说，哦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，我老婆不在。是啊，我是啊。这是互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，不要那么快嘛。你要上树是？再讲一个，再讲一个。这个笑话，我是做那个做5688的时候看的，是吧？计程车后面的贴纸。你现在要上树对不对？再一个好不好？你上树不成功就 double 处罚。我想一下，糟糕，惨了 ，double 处罚。对，如果我没有上树的话，就是。就一次而已嘛。对，如果上树的话，没有成功是 double 嘛。对，那我就一次就好了。一人一次哦，没骨气。只有一次哦，没关系，四哥，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你个机会，怎么样？你们两个也讲一个。好啊，如果比他不好笑，你们两个就完。好，人家四哥。哎呦，那我刚那个标准应该蛮好过的啊。来，你预备气，来，好，我问你啦，有一只蜜蜂，嗡嗡嗡，嗡嗡嗡，还阿翔赢了，还没啦。一只蜜蜂，它嗡到超过一活到超过100岁，它会变什么？一只蜜蜂变什么？我知道，幽灵蜂，哈哈哈哈！哇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我幼稚啊，头顶都是假，我没有头顶，我现在想到不行了。好，该你，一棵树，它这样子活了超过1000年，你不要把视线转开。他活了超过1000年，然后大家会怎么称呼这棵树？是高龄树吗？不是，答案是超龄老木。哎呦！你有什么好高兴的？这我们是连续剧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没有一个一个。对呀，你没过。你在那边插什么话？你没过。所以你要连带处罚啊？对。这我们已经想的。没有，你再讲一个好了。上树吗？你要上树？我不要破你的梗，这样。对。好吧，快点。刚刚是被破梗，你。好。还有没有啊？我问你啦。世界上名称最长的果汁。果汁。对。比如说奇异果、胡萝卜汁，啊，这样七个字，嗯，啊，世界上名称最长的果汁，气氛冷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有点尴尬。如果说胡萝卜、奇异果，还没这样好，你不要一直加啦，世界上这样没完没了，对对对。那我问你啊，
世界上名称最长的果子有十二个字，答案就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。一字，啊一字啊一字来，一字，哇！你让你的粉丝失望，这一段势力，这一段打得不漂亮，那个小王那个我的老真让结束有没有？他们喜欢的人都会换人，你知道吗？要冰冰来打，冰冰来打，要那种力道要像这样子，你不要再弄断了啦，我要那么狠吗？不要，不要那么狠，这个。太轻了，下你，冰上面都喜欢打，都打都笑了，难得打啦，我帮你打哈，他要求，不好意思，他会我帮他打，你都会打断，你不要打断，不会不会，这次不打断，好，只是会打烂而已，站到他旁边，你要看着他的脸，你看着表情，你要 hold 住哦，你扶着他的肩膀，你看着他，你说我要看着他，对，看着他，什么电视笑话冠军我呸这样子。对，你要太过分呢。来，你要讲这句，我才打得下去。什么电视笑话冠军？我呸！不是，没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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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其实比较小力。对，跟你比的话比较小力。大哥有留情，大哥有留情。可以，可以，来，冰冰。这次我们把椅子自己搬走。冰冰，从刚刚这样看下来，你的个性跟外表是不一样的哦。对啊，差蛮多的。你私底下应该是比较开朗一点哦。我比较傻大姐那一型的。是，应该是他很容易被逗，是对不对？笑点笑的时候就笑点超低的。嗯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大叔型的。大叔，大叔型的，会教我很多事情的，有深度的男生。哦，你喜欢成熟的男人。嗯，那现场你选一个。我常常让我们没机会。矮的可以吗？我们常说矮的，身高有限制吗？还是看哥？不好意思，完全不回答我们的问题。对啊，直接略过，蛮有礼貌的，是有礼貌的，还可以 detail 一点，冰嘛，冰冰嘛 ，OK 嘛。请问一下，你单身多久？几个月？几个月？嗯啊，那上一次的这个离开的原因是？因为我要上台北工作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澎湖人。哎呦，我是澎湖美女哎。哇，厉害厉害！而且眼睛弯弯，那是澎湖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，他没有反应。不要这样，刚刚比赛已经过了，比赛已经笑。笑点这么低的人都不会笑。有了有了，后劲后劲。好，谢谢你，后劲，谢谢你的，很漂亮。謝謝来，请坐，请坐，欢迎欢迎。